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们两个在一起真的不合适。我是上海城委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整天在家里养乌龟。我这个人擅长工作赚钱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，当一个普通人。我很忙，没有时间恋爱。爱情只能维持18个月，而婚姻是要一辈子的。我不相信这种不恒定的荷尔蒙能构造一种稳定的法律关系。如果要忙的话，我心思。